好了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 TU6 新职业的信息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多了一个新的风潮啊，这个风潮呢是新职业技术员啊，你可以简称技工啊，技工他自带的新的技能啊。那么呢，这个风潮呢，它可以放出小型的无人机来增强队友的技能的效率，还有刷新持续时间。那么呢，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图标啊，这个图标呢很像全健辅所一的皇帝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我觉得这个职业呢，它估计是针对电工来优化的。你也知道 TU6 电工又加强了嘛，今天早上呢，我随随便便就5000技能强度，然后呢，我那个666一炸就是270万的那一种。那么呢，关于 TU6 新套装的搭配方式呢，那么呢，我会抓紧时间做出来的。关于这个新职业的更多信息呢，我暂时还是不了解的，只能知道这么多了。TU6 正式服呢，预计会在10月15号或者10月17号上线正式服，也就是10月中旬的时候，还有半个多月，大家耐心等待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新职业的一些信息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